短短，哇！咧，我就要同大家介紹一隻我用完覺得非常之好用嘅美白 mask。噔噔噔噔，就係佢啦，係啦，而家好 hit 嘅一個瑞士品牌 Hebe8 嘅美白保濕 mask。咁呢一隻 mask 咧，除咗有美白同保濕嘅功效之外咧，仲有大家夢寐以求想有嘅嬰兒肌修毛孔功效。聽到都吸引你。除咗以上我啱啱講完嘅功效咧，其實呢個 mask 咧仲有一個特點嘅。嗱，我就現場即刻開咗一塊啦，我拎咗出嚟噶啦，我就打開俾大家睇下呢一個特點係咩啦。嘿，聽唔聽到啊？聽唔聽到眼部嗰個位置咧係細啲㗎？佢咧係好貼心咁樣做到非常之貼個眼嘅底部啊，所以只要你連續敷佢一個星期左右啦，你就會發現你嘅黑眼圈咧明顯係淡咗嘅，同埋皮膚咧係好明顯咁樣會緊緻咗嘅。呢個係真係我嘅誠意推介嚟嘅，希望大家真係會去試一試咧，尤其是中意白淨嘅女仔啦。啊，仲有一個功效，我要再同大家講講，就係咧呢個 mask 係有30倍嘅強力保濕嘅，咁即係咩啊？即係點樣出汗都好咧，都唔怕會有好多面油啦，因為啲皮膚已經飲飽水啦嘛，係咪？係啦，今日咧我要為大家介紹嗰個 mask 就係 Hebe8 mask 嚇，大家一定要記住佢啦，鼻嘅 mask。嗱，為咗俾大家睇下呢個面膜敷完之後咧有幾水潤嘅效果咧，我咧犧牲自己嘅素顏。我而家敷咗20分鐘到噶啦，我就搣出嚟俾大家睇睇啦。短短，哇，系咪好水潤啊？